那今天呢，我们的重点会放在先从我们的底妆开始。是的动作，所以记得哦，如果你很在意的这个遮瑕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轻点的方式呢来做到按压。Hello， 各位 FG 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凯老师。今天呢，很开心来到这个桃园远东百货呢，来做这个母亲节的活动。现场的人非常的多，非常的热情，让我感受到这个桃园地区朋友的这个对于时尚彩妆的热爱，让我非常的开心。尤其今天呢，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1028梦幻美肌粉底液的这个示范，希望呢大家可以更喜欢1028，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更支持呢我们台湾的这个美妆产业，让大家呢能够呢变得更漂亮哦。夏天呢，大家都喜欢清透薄透的妆感，所以呢不妨可以试试看用蜜粉刷，薄薄的刷上这个蜜粉饼呢，做局部的定妆。老师的手势还蛮轻的，然后他的那个粉啊，目前感觉都是还蛮透的，不会黏黏。跟勋盖所得到的很多特优或者是优选的产品，那我将一一会为大家示范。Hello， 各位 FG 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古小伟，今天来到了桃园远东百货做了一场发表会。那这场发表会的主题呢是玩色的电眼彩妆。那玩色呢，可以用在今年其实流行的非常多的颜色，比如说蓝色、绿色、粉红色、紫色、珊瑚色，都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眼影。我认为你们可以多去尝试一些不同的眼影，再加上呢眼线，再来睫毛膏，然后一点点珊瑚色的腮红，最后呢加上裸色的唇蜜，其实这样就完成一个今年非常流行的春夏彩妆。很多女生只会用大地色系的颜色，但是我今天帮她用了一些墨绿色，在今年非常流行的颜色，感觉如何呢？很棒。蓝色电眼成功，耶！今天母亲节的时间是从4月9号到5月10号，在现场有使用 FG 的活动的商品，还有特优选的商品。今年 FG 的优选商品折扣还蛮多的，然后还有很多的特惠组，那希望就是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把握现在的机会来购买我们的母亲节特惠优选商品，还有母亲节的特惠组，然后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妈妈。